另外一场战争是以哈战争，即马以色列的国会伫二八时有，二八已经通过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这个组织的运作，而且佮这个组织列作是恐怖团体，已经禁止以色列的官员佮这个团体接触。在1949年以来，这个救济团体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希望，所以以色列这款做法，即马嘛引起国际上的批评。以色列国会用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禁止安拉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个工程处。在以色列境内，当耶路撒冷、加沙加、约旦河西法等占领区运作的法案，宪法一在90天了后生效。联合国用8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将进东救济工程处列为恐怖团体，禁止以色列官员跟因有任何接触的法案。UNRWA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s completely taken over it. What we've seen in Gaza is how Hamas has taken over United Nations facility, schools, hospital clinics, and headquarters in order to use them as military bases to hide ammunition, to hide rockets, to actually commit terror activitie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acilities.194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唔那是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命线，佫是加沙规模上大的骗国单位。西化加加沙两地有300万难民受伊的照顾，佫13000个加沙居民还请。以色列一片加沙以来，已经几啊百个近东救济工程处职员死亡，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员工损失人数上侪一场冲突。三个法案建议阶段，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南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拢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是按以色列暂停立法，唔通阁继续向前。They reall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right now in Gaza, where the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gett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they need it. There's nobody that can replace them right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crisis.甲近东救济工程处同款市政府团体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讲以色列做法是对近东援助真罕见的攻击，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集体处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